我看那边还有，你拍过去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边有好多呀，我姐姐那边现在这边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堆海虹飘在这呢，你看看，你看这里是这里的土比较软，他们没下去啊，你看看这边这么多还活不活，我先看看，哎，活的，你看这个也是活的，哎，这里边有没有啊，我先看看这边的，先捡这边的，都是活的，你看发财了，最近赶海收获可多了，应该是春天收获比冬天是多呀，你可别踩了，哎，好多沙子一个，哎呦，这是多少呀，十只了，有没有，你看这刚待一会儿爆桶了呀，哎呀，踩着小对儿，好多沙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好多沙，这回家得好好洗一下。先过来，我来这边好好洗一下。哎，好，差不多了，来。我回去想来这边看看去，过来一看，这里竟然还漏了。来，漏了，我上来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海参。你看这里，这边还有鲍鱼，这正常现象哈。那边有，这边应该也有几个，不能那边有，这边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活，哎，这个不活了。你看它平躺了，就是不活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一人伸个大长腿在这，你看一条、两条海参，也是超级大的。这今天的海参模样就差不多也长了。哦。原来如此，藏了一条大八爪鱼。嗯，你看看，长得多好，真苗条，白里头白里通红的颜色。咦，去开花了，带走啊，回去。哇塞，这一块石头旁边是怎么这么多鲍鱼啊？你看看，哎呀，你说你们也不吸，你们藏在石头旁边干啥？这么多，一只，五只，六只，七只，哎呦，哎呀，掉了，来，哎，收了啊！这今天几十只鲍鱼，四五十只鲍鱼，发财了，一个个头不大，不知道卖多少，啊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底下还有一只，你看，这里还有一个海虹，最后的是你。洗礼可以带走啊，腿还挺长的，继续。哎，扇贝，等等，这个扇贝，还要闭上吗？慢慢的闭上了，带走，活的，开口，微微开口，没有事哈，自己就闭上了，不是死的。看这里，两条鱼啊。最后过来的哈，之前首先来拍辛苦来看看，今天最后过来的，我还寻思没什么鱼，你看有鱼，这个运气可真好啊，我过来就是要碰碰运气的，这鱼哈，你看它的纹理还挺那个，挺完整的，这个鱼鳞挺完整的，造型还挺好，带走带走，今天收获可行，发财了，桶又吃够了，你看看这底下好了这么多鲍鱼，你看，哦，还活的，还太好了！我就怕碰到鲍鱼不活，鲍鱼不活就有点腥。哎呀，活的它就不腥了，太烫着了。你看看，哎呦，虽然个头不大，但是都很活跃。哎呦，这个也还活，太幸运了！今天这么大的海参，鲜活的鲍鱼，啊、哦。我看这边还有几个沙贝在家呢，哎呀哈，就三个吗？太少了吧？没了。这里两袋的，这什么造型啊？你看看，插在水里，这个造型还挺特别的。你看两个大肉，都是有点瘦啊，不过还行。啊，走了，带走。我看这边还有一个，希望这个能肥一点啊。
我可太想吃它的肉了呢。你看怎么样？这个肥。好多鲍鱼，你看这里面怎么回事？密密麻麻的都是鲍鱼。我找个地方看看，我得进去，放在这儿。你别踩了啊！哦，什么情况呀？你看看，这都是活的。反正我拿的这几个都是活的，你看看。放这上面给你们看看。哎呀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么多，六个，七个，他们都，哎呀，这个吸力还挺强的。哎呀，你看看，都很活跃，都在这里边爬。这里边看样的水是够了啊，你看这个还吸着个石块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排水口排出来的鲍鱼应该是没退潮的时候他们进这里边的，没出去。你看看这啥时候能捡来，拍这里面。哎，再捡这边的。哎呀，哦呦，这个吸力吸这么大的石块，你看看这太爽了，都活的。我先把这些收起来啊，放着一块收去了。收起来收起来，不行不行。哇塞，这一会儿有100块钱到账。我看看这里还有这么一堆呀，这些我用手拿起来，这样快，知道吗？刚刚太慢了，我是沉浸在捡鲍鱼的时刻无法自拔。这还一只，这是干嘛呀？哎呦，还行，你看看，输了啊！面上的捡完了，咱看看石块底下有没有啊？啊，我的妈！什么情况？哇哦，这么大的吸力，来吧，小宝贝儿！哟，没想到底下藏了八爪鱼，你看看，咦，哇，这么漂亮！看看，收了啊，收了，这是一条长腿，我就说这好久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八爪鱼了，收了啊，还一个鲍鱼，鲍鱼。嘿，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嘿，行，这里边行，我看这别的地方不用去了，直接在这里边整就行了。嗯，没有，行，好有，这么大一只大海参，你看它的这个皮咋麻麻赖赖的，不光，但是看个头还是可以的，跟手这么大。那你们那这么大的那个海参要多少钱？他们跟我说有卖100块钱一只，在这里边就搞了半桶。哎呀，我先爬出来看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好货？我看这块石头眉清目秀的，像有货的样子。哦，果然有。怎么样？这个八爪鱼也很漂亮哟，你看看这个大脑袋黑黑的，没吐沫，沫保存的很好。长腿八爪比短腿八爪吐沫要好，轻一点，没有这么厉害。咦，这个也好看，看看我发现啥了，好小的一个小胖子飘在这呀，这跟刚刚那里边那个差不多，只是比那个小。带走了啊，这个卖50，半价。走，这里有海虹，你看我还天天捡海虹啊。哎，我估计你们都看够了吧，这种海虹你们喜欢吃吗？我带走了啊。我看评论区有好多朋友都不知道这是啥。这是我们当地很便宜的海鲜，但是它很好吃，就在这个时候上市，特别特别的鲜。想吃的朋友尝一尝啊！这里有一个虾尾，咱们带走吧。好，继续。我就说你这个水流的地方，你就继续往下走。看看，眉清目秀的你，没有白夸奖他。继续，你看看，哦，小八爪鱼一只。哎，奄奄一息了，哎，带走吧。这里有海虹，哦，你看看，我过来一看，这里有一个鲍鱼，嘿，嗯，是两只鲍鱼，咦，活的活的，你看这里还有海虹，嗯，这个个头可真大，这海虹小就不要了。这里还有一串，带走。哎呀，桶都拿不动了。哇塞，三只鲍鱼，哎不对，四只鲍鱼，
你看一只驮一只的，这么有爱吗？这应该是两对情侣。带走了，今天要抱。